么特别了不起的哈，可是这都是为了将来检索的时候可以检索到，目的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从 A 四角柱以前是那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几何像配置要写出来 ，illustration 也写出来。那这个 CM 呢，它不是 abbreviation， 它是一个 symbol， 所以它还是做 CM。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，CM 不是 abbreviation， 不是缩写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，对，我看这个，这是对比的，那红的跟那个红的是对比的，所以同学这样一看你就清楚。那我们说到我们的CJK 这个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的节目，对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你写你上面你的书上面写的是第一版或者是这样的第一版，你就照样写，你不要把它换成阿拉伯数字，它是国字的一，你就写国字的一，它是阿拉伯数字的一，就写阿拉伯数字的一。这个呢，就是说把它挑出来，然后提醒你啊，对，好，看。